救鱼。哎，这个鲫鱼大了，格格，金的鲫鱼来了。真假的？你看。哇，哎呀。这不像鲫鱼，怎么大？不是吧？青鱼，小青鱼。哇，小青鱼，可以呀，兄弟，可以呀。让彭大哥这种长了1.8米的去遛一个这么小的小鱼，感觉也是挺有意思的啊。关键线细，我不敢发力的。你换了昨天的线，我擦一下就上来了。这个不行，这个不行。这鱼劲好大。就凭咱俩今天的这个表现，中午要不吃个冰淇淋庆祝一下，都说不过去。哎呦，进来！我们俩钓到了鲢鳙，钓到了餐条，钓到了鲫鱼，还钓到了青鱼。进来还说鱼情不好？对啊，还有人居然敢说鱼情不好？这青鱼都有。你就是想把它变成自己的自留地吧啊！